中有各种动物长相，其中猫咪像十分受到粉丝网友欢迎。奶熊时髦的风格就是高级脸的代名词，带起猫咪像风潮的 Jenny 上扬的眼尾魅惑力十足，短圆脸的可爱感又综合了攻击性，难怪能成为时尚界宠儿。而一级的队长李智也是猫咪像的代表之一，网络上还流传长得像李智的猫咪，连本人都看过影片亲自认证。四代女团中的 New Jeans Haylin 完全就是人形猫咪，从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到脸型，连个性都和猫咪一模一样。Haylin 戴上猫耳朵，可爱到登上热搜，引发关注。而演员韩韶禧也是猫咪像，高冷厌世的外形和私下活力搞怪的一面，反差萌也让人爱到不行。这几位猫像美女都有着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呢。